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17年 Toyota Camry 是众所皆知的一个车型，那 Toyota 在台湾的市占率也非常的高。那这是白色的 Camry。坐的车门气氛，后座的座椅状态都非常漂亮，有后座出风口，钥匙启闭车门锁，前座车门气氛，前方座椅状态，副驾驶座的座椅状态，整体的一个状态。那胎压侦测，好是3万。原厂保养，云享快播键，定速升级影音系统，导航跟倒车影像，然后还有内建行车记录器。那 iKey 双区韩文，2017年 Camry 3万原厂保养，里程保证，升级影音，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